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刘文，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一块儿来读好书。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祷告变成主的形状》。今天来到第三章，祈求与代求的第二个部分呢。为何要祈求呢？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点了，而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点，明白神心意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祷告变成主的形状》。为何要祈求呢？第二点是借着和神对话，明白他的心意。我的第三个女儿凯莉十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她来问我，爸爸，我读大学时会不会回美国啊？我说，当然咯，因为你的语言和课程的内容都和这里的学生不一样，考不上这里的大学的，所以一定要回美国念大学。她说，很好啊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下雪咯。他的话让我想了好久。我们是明尼苏达州的人，而一个明尼苏达州的孩子长到十岁竟然没有看过雪，真是说不过去的事情。后来我发现我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累积的里程数可以享受免费机票，就计划那一年要和太太、女儿凯莉三个人一起回美国过圣诞节。那时候老大和老二已经在美国念大学，已经看过雪了。当我请准休假之后，从12月7日开始，我每天注意气象，看明尼苏达州有没有下雪。一天过一天，还是没有雪的影子，我就为凯莉可以看到雪祷告。以前我没有跟上帝撒娇过，也没有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过，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属灵。不过我那两个大孩子就拼命为这事祷告，并且请很多同学、朋友、弟兄姐妹为下雪祷告，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。我记得我们上飞机那天是17日，报纸上说明尼苏达州还没有下雪，我就有点沮丧。经过一个晚上的飞行，第二天早上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，驾驶员说现在正在下雪。我一下飞机看到一片美丽的雪地景象，我心里不由地说，上帝真好。我才发现我们是可以向上帝撒娇的，虽然给不给是上帝的主权。我们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两个礼拜，每天温度都是零度以下，冻死我了，可是孩子每天都出去玩雪溜冰，快乐得不得了，我也非常喜乐。神透过下雪这件事使很多人得益处。我知道我的上帝真好，真爱我，他也爱我的孩子。另外我那两个大孩子和他们的朋友、同学、弟兄姐妹也知道上帝是听祷告的神，而凯莉更是得到许多快乐。雪好像变成了一种记号、象征，就像圣餐的饼和酒一样，上帝用这些东西对很多人说话，他告诉我们他真的爱我们。因此我们祷告时应该要很具体而明确的祈求，不要很笼统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心里却意味着神你看着办吧。具体而明确的祈求并不是成功神学或华丽神学，因为并不是你的信心越大，公司就能赚越多钱，工作就会升级加薪。
也许传道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但是仍然会有其他的错误观念。具体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分辨应该求什么。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。在箴言第三十章八到九节这样说道：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这里的祷告是求神让他不要太穷，也不要太富有。我们需要分辨好与坏，什么是饼，什么是石头，哪个是鱼，哪个是蛇，何为鸡蛋，何为蝎子。而借着祷告与神的关系，与神对话，我们就能学习知道神要我们求什么。我在台北真理堂服事的时候，有一次传道部同工在一起讨论有关祷告的事情，于牧师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，祷告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准，要能抓住神的意思，要能明白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求得不准，通常神不会给我们。例如，如果你的孩子今天晚上说，我们晚上来吃石头好不好，你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在这时候，父母说 no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现。我们也会经历神说 no 的时候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有两个门徒约翰和雅各去找耶稣，他们是很好的学生，所以他们都记住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他们说，老师，无论我们求什么，你都要给我们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老师，你快要得国了，到那时候你会需要一个副总统和一个行政院长，我们兄弟两人已经商量好了，一个当副总统，一个当行政院长。他们求的东西实在很离谱，很荒谬，其他的门徒也很恼怒。但是他们生气不是因为觉得约翰和雅各太不属灵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当副总统和行政院长，只是没想到约翰和雅各的动作比他们快。耶稣没有说 yes， 也没有骂他们太差劲，反倒很有耐心和爱心地叫他们坐下来，再给他们上了一课，告诉他们，真正宝贵的不是居首位，乃是要做众人的仆人。如果我们向神求石头，他不会给我们的，因为他要给我们面包，不止面包，他还要给我们蛋糕、冰淇淋，他给我们的是更好的东西。神要我们把所需用的都告诉他，如果我们求得不好，他会继续跟我们对话，调整我们的想法、看法和价值系统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。祈求的目的不是让神把我们想要的都给我们，很多时候他会给，但最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和他有更深的关系。